迦南诗歌第八首，主啊，愿你拉着我们的手。主啊，愿你拉着我们的手，在风雨中行驶。主啊，愿你牵着我们的心，飞往世界各地。愿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，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。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，传遍地的四极。走走走，跟随你；跑跑跑，跟随你。有一天中华要兴起，有一天中华要兴起。冲破那紧闭的大门，攻破那坚固的营垒。福音的旗帜将在中华飘扬，教会要合一，合一。主啊，愿你拉着我们的手，在风雨中行驶。主啊，愿你牵着我们的心，飞往世界各地。愿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，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。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，传遍地的四季。走走走，跟随你；跑跑跑，跟随你。有一天中华要兴起，有一天中华要兴起。冲破那紧闭的大门，攻破那坚固的营垒。在中华飘扬，教会要合一，合一。让我们一起读圣经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下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或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参考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三节。迦南之音，与主同行，传扬福音。主题：传福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求你拉着我们的手，赐给我们合一的心。我们要共同努力，一心传福音。